连续两个周末也在我们的石门，包括白沙湾，包括老梅啊，我们的这个海滩公园，还包括我们三芝的浅水湾，我们有非常多我们的民众也好，我们的专业团队也好，表演团队也好，都能够来到这边，这是全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。那风筝就像舞蹈一样，我们把舞蹈的艺术跟风筝结合起来，让很多的舞蹈团队也来这边表演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，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今天也许没有来，明天来，明天下个周末也来，继续来参加我们的北海岸国际艺术节。好，恭喜我2011新北市北海岸艺术节正式启动。
敬请期待。好，也再次麻烦各位民众，请注意自身的安全哦，请不要进入我们沙滩区，请不要进入沙滩区，谢谢。Papa loves Mambo. Mambo loves Mambo.